那这个触呢，就是接触点就对了，的接触点。好，我们现在都是从受，因为你受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你的分野嘛。那如果是会修的，在触的时候就要保持它的清净，就保这个触不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个生根的触。啊，十二因缘法的触跟那个触的定义不一样，啊，这是讲那个接触的那个点，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以六入为它的门户而跟外界触，啊，在这个触如果没有加上意的话，根本没有感受到触。是没有感受到触的。今天你如果你专注或是你没有注意到，你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那其他的这个触点它就淡化了。所以为什么比如说在公车上小偷都会集体，有没有有一个人在旁边好像跟你有什么样的接触啊，你车子在晃动，然后后面人从你的包包里拿走你的东西。其实都是触，可是它触这个是生根上的触，它触会被重点转移，是不是重点转移？那其他就淡化，对不对？那六根对六尘的触，它不是在讲这个重点转移，它是在讲那个接触的那个点。啊，这个受呢，以经论里面呢讲到这个受都是讲对境的时候啊，有乐受、苦受跟舍受。我们讲五蕴的时候讲很多了啊，这个地方不再重复。那我们一般受读的，好，我们再来讲，我们在受的感触上是什么比较强烈？你是苦受强烈还是乐受强烈？以一般的欲界众生，他是苦受是比较强烈的，所以他想要离苦，对不对？基础上想要离这个苦，因为那个苦的感受是违逆了自己平静嘛。我们一般是不是希望平静？其实年轻人他并不要平静诶。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它是有个路径的，它是有个过程。年轻人觉得平静是索然无味，他没有刺激点啊，他并不要求平静，所以他追求的是乐受。他追求乐受，追求不到，所以才苦受，对不对？然后他记忆多苦还是记忆多乐，那就不一定哦。那你累积生命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累积下来的都是苦受，因为乐永远没有止境，乐没有止境哦。因为你现在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看，看三次之后它就不好看；这首歌很好听，听一小时之后它就很难听。除非你在学歌，那不一样，知道？快乐这个东西啊，它永远会一直往上去重新定位，它不断不断的提升它的高的那个标杆啊。可是苦呢？苦有没有人觉得我这次没有上次苦，我真快乐？没有这回事，反正苦就是苦。而且苦不容易忘，对不对？啊，事实上苦之所以感觉更苦，是因为拿乐来做比对，所以乐是苦的参考值，乐是苦的参考值，但是乐永远会不断的要求那个水平越提越高，越提越高。那很多人的苦越来越苦，觉得他很苦，他是加重那个苦，是因为他拿乐跟苦当中的落差来定义那个苦的浓度、深度。好，那
在座如果年纪大，年轻的当然就不知道，在座的年纪大的知道，在过去的年代，小孩子没有新衣服可以穿。如果你是老幺的话，一定是上面长辈一直不是长辈，兄姐们好像一直穿到你最后你才穿，对不对？那鞋子是没有这样，因为一定会破。但是衣服要买给你，一定买好大一件啊，开始折到再缝，最后刚好你的尺寸的时候也是很旧的啦。所以在过去的时候，一颗金甘麻藤的就好几啊。金甘麻藤听懂吗？是不是当时的一小块那个就是糖啊，就把它和在一起，有糖就好幸福。现在你会去吃方糖吗？你会去吃糖吗？不会，你一定要糖里面再加上什么口味，加咖啡叫咖啡糖，加巧克力叫巧克力糖，叫什么叫什么糖。你不会对于那个糖的单纯有某一种眷恋，对不对？所以现在让你吃所有的糖，你都觉得这些糖吃起来差不多这样。可是小时候吃那个糖怎么那么好吃？现在如果再拿给你一个金甘麻藤，你不会觉得好吃。所以乐这个东西，乐受这个东西，它永远加嘛。所以世尊叫我们从苦受修，然后他讲离苦得乐的那个乐，不是受的这个乐。我们刚刚讲的乐是所谓这个叫感觉器官的乐，跟心意识的世间较量乐，它不是极乐世界离苦得乐的乐。极乐世界离苦得乐的乐是没有忧，没有忧，没有悲，没有苦啊，那种是一种所谓宁静平静的绝对的乐啊。那那个涅槃，那是一个涅槃。那这个受里面呢，对境起分别，所以我们都是从苦受修，不追求乐，不追求就是这些感觉器官的乐。这是世尊给我们的准则。他一定享受过所有的乐吗？他的身份跟我们悬殊好大，他是一国之王子啊，所以所谓最好的享受对他来讲是稀松平常的，随手可得，对不对？他不用去追求，你要多高的多好的极品啊状态都有。但是这个乐只是让自己的心悬挂在永远更高的追求。所以他把这个乐这个要求点下降到不是为了乐。所以这个受上面就是不是为了乐，是只要能活就好。不探讨乐的内容，世俗来讲。而在苦受里面，去看到你心意识里面的觉受的解读，也就是跟自我关系，跟你对于所有一切的抉择啊，你定义啊，那你定义上面，那以前呢，这个在讲这个时间的差异啊，以前的小孩子在家里一定要负担工作，对不对？老一点的都知道嘛，大汉的爱甲细汉的洗身躯，然后姐姐要带弟妹，回家先做什么？回家先做家事，有时间才做功课。以前年代是这样啊，现在是什么？没有家事，你只要把功课做好就好了。现在的孩子，你的工作就叫读书跟考试。那以前年代不是，他回来是分担家事，我爱读地菜，我爱洗碗地，我要起起这个起火煮饭，
洗衣等等这些事，是不是这样？那时候有没有小孩喊苦？那个年代的小孩，现在的老人，你们以前有没有喊苦？没有诶、欸。没有，都没有喊苦诶、欸。所以苦的定义是意识定义。苦的定义是意识定义，拿乐作为一个标杆，然后看落差来定义苦。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感受苦的。那以前没有鞋子穿，是不是打赤脚？会不会觉得很苦？会不会觉得很苦？不会，因为大家都没鞋穿啊，哪有苦？大家都没鞋穿啊，而且脚底的皮厚一点还更不痛。所以苦的定义是由差异性的定义而来。当你修行的时候，只要看所有的一切，你全面接受它，你全面接受它，不去把那个乐的定义加进来的时候，它其实并不苦。它其实并不苦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生理上的生命存续的一个基础没办法满足，会感觉到苦，那个也是定义来的。其实比如说你肚子饿，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哈，哪有那么多东西好吃？没有啦，你若早起无吃哈，老爸老母甲你讲一句啥，你都唔敢无客吃，伊讲一顿无吃，三顿袂使吃，你们有没有听过？年轻人不可能这样，哎呦，你早起无吃，中昼紧吃，就是怕你饿。因为以前小孩不是，你唔来吃，好，一顿无吃，三顿袂使吃。你要到第二顿的时候，皮皮喘，第三顿拢无开了，他讲话，然后明天一定三餐，人叫食饭，你乖乖坐遐，都不敢随便乱来。那个肚子饿，他不是觉得苦，其实他是觉得饿，他是觉得饿，那饿到很饿很饿，他直接的答案是虚弱，他是虚弱，不一定是一种苦。所以我们受为什么会跟苦连结起来？那是一种内心的定义，就觉得这样的感受它叫苦。我们觉得这样的感受它叫苦，我不乐意，它叫苦。所以如果你只要感受这个感受，你只要单纯在这个感受里面，它的感受是不恐怖的。同学这样懂得你苦不苦？你苦不苦？是因为内心有很多不同的价值，那个价值让你觉得很苦。你期待一个不一样的价值，然后跟别人较量的标准，你才会苦于薪水不高，苦于没有什么，苦于没有什么。像以前呢，多单纯的，在乡下读书，然后杯子就是杯子，碗就是碗，筷子就是筷子，这是很基础的。带便当就是背着书包大大的，然后便当，然后雨衣就背啊背啊背的就很矮，长不高，书包跟自己差不多重。后来就是到城市去读书的时候，发现自己好笨啊。就发现自己就怕漏了什么东西，都书都全带，同学是会带今天的，可是以前的老师他有的时候会这堂课又叫同学把别的功课拿出来复习，后来就学会了，原来不用全带，只要带部分就好了，对不对？然后后来又在长大时候那个书有的这么厚，对不对？读到比较大的，还有翻译的书嘛，原文的翻译。后来更聪明了，把书割开，一个章节、两个章节这样带，就更轻松，对不对？回首，我现在跟同学讲，你回首会发现，最早的时候最单纯。
最早的时候最单纯，什么是非都没有。后来被教的好聪明，教坏了。瘦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要乐受跟苦受，你要越参越明白。但乐是不乐了，苦不苦了，乐跟苦当中已经不再动了，就舍受了。那对于这个受，其实现前的时候都会自然的去从资料库里面去截取与此时现前的一切有所关系的，合并来解释它，判别跟自己的关系，然后采取了不一样的抉择在心中。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在受之后会对于这个受的内容内心产生了一些触动，这些触动就会针对于这个情境，就是由这个境产生情，这个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黏附的情形，这个就是所谓爱。爱是内心渴望的一种状态，那这个一定是心意识里面从晃动之中有了一些结构，所以这种爱还可以维持某一种清净的状态，那么就属于所谓人类有情动物的情是在动的作用，但还不产生到割舍的苦痛。这是一种以生物对生物很直觉的彼此的感受。比如你现在看一条狗，不是你家的狗，但它是生物，是动物。这个狗如果有受伤了的时候，它跟你的界别不同，你叫人，它是狗。但是你看到它哀嚎受伤的时候，你会自然的内心有一种触动，但不一定产生到极大的痛苦。那个感受是感受到它的痛，但不产生情怀，内心情怀的不舍或是愤怒等等的反应。那这个是基础于比较原点、啊、就是在那个原点发展出来的一种状态。这就是觉性的使用加上你是个别的生物个体有的直接反应。那经论里面在讲到这个爱，如果我们以清净来读它，它没有错，它不是罪恶，就是我们把这个爱加上了对象跟程度上的差异才产生痛苦的。这个就是所谓平等里面的大慈大悲，也就是你可以有触动，但是产生在内心这个是不住的，它是一个清净的觉受，感受到这条狗它的痛，它的点点滴滴，而起因缘观觉照帮助它而舍，就慈悲喜舍之后回到空，这过程其实没有问题。人之所以想要泯除这个爱的能力，最后一定入断灭。所以佛教里面对于爱的处理，它其实有多重不一样的层次，并不是能触动、能觉受、能爱的能力是错，其实不是，是
它的清净度的问题。你本身结构起来有没有产生到渴望，一种强烈的渴望，在那边一直想要采取下一个与己有关的行为，来满足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关系法，这个上面才是佛教告诉我们要进化的点。就像基督教讲的是博爱，他依然用爱这个字，佛教讲的是大慈大悲，他不用爱这个字，因为爱啊这个字它是有进阶的那种自然趋势的一种诱因。所以以法句经里面讲啊，从爱生忧患，这个是在讲已经进阶了，爱才会生忧患，从爱生怖畏。你进阶而不能满足，或是已经满足习惯于拥有的关系法，而可能产生断裂或变异，才产生怖畏的。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所以经论里面叫我们爱要懂得退回来，就是你进阶到怖畏，那你要懂得去退，你要看到因缘法，你要知道不可干预，不可掌控，所见所感受的一切它回复到空，它不过是一个因缘结构的起落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呢，世尊就讲啊，爱基础点，我们会有触动的这个点，如果你是清净的，那么就是佛菩萨的世间相，佛菩萨的世间相依然跟众生一样，他能够感同身受，要拔苦与乐，这个上面叫慈悲，他并没有什么错。修行人有些时候他会矫枉过正，把自己爱的能力一并泯除，进入到一种世界与我无关，我一动念我感受即错，这个是过度解释，他没有办法圆满的。那我们说世尊呢，世尊对于罗侯罗他所展现出来的所有一切，在经论里面我们看到世尊教导罗侯罗的时候，还是有所谓父亲的形象，因为罗侯罗需要，不是因为世尊特别爱罗侯罗。当穆建连他的果报被乱石棍棒给打死，舍利佛提早知道世尊要入灭，他就回故乡去作画。世尊一个人走到恒河边默然不语，这上面呢世尊要展现的是众生对于这个上面的反应，而他与众不同，并不是他不知道。世尊曾经因为弟子们对于发菩提心是默然无法领受的，对于世尊出现在世间八相成道，历三大阿僧祇劫，历尽多少多少的精进跟圆满的那种努力，而证得佛果之后依然回到娑婆为众生开示悟入，而这些弟子们竟然对于度化众生默然没有感觉，世尊嚎啕大哭。世尊的哭是真还是假？是情绪的哭吗？还是什么样的哭？他说你们真的都不懂，我是历了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的，我今天在这苦厄的娑婆，
无非就是要把这宇宙人生的真理告诉大家，让你们也能够得毕竟了脱，而不是停在你自己所证得的自受用的法乐当中。那大家看到世尊落泪了，才知道自己是错的。于是很多声闻回响向大，这里面呢是一种爱的能力，但它的展现在点点滴滴刹那间，以众生的相状为应该表现的相状，而不是你所谓进入到这个爱的渴望的一种相状。这样听得懂？那我们一般人来讲，把佛法僵硬了，想象中的某一种样子，固然凡夫俗子没有证悟，没有跳脱所谓世间相，他的内心的浮动跟他所有的爱是一种染，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恐惧跟想要拥有，跟佛菩萨为众生开示，然后以平等的觉观要大家发菩提心，以众生需要的相状为他的相状而来展现，内容是截然不同。那我们讲爱会转变，它依次一你触动之后，以凡夫有我跟有对象有境而产生情的状态，依次会产生亲爱、欲乐、爱欲到可爱四种程度上的差异。也就是刚刚讲，众生有能爱的能力，因为你是众生了，否则你就叫植物，因为你叫动物。所以动物高超于植物，是因为它的觉性以及它的演化，就是进化，这上面呢一直发展到觉性的完整，只是发展的过程产生了很多黏附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进化出来，进化之后就真的自在解脱，而不会退转，他不会回去。这是次第上。所以刚开始讲从触动之后产生的亲爱，基础上发生在你出生的第一刻开始，甚至于你投胎的时候就已经对于你熟悉的声音跟环境有了一些连结，那种安然的感觉。亲爱指自己有亲族血缘关系的情跟爱而言，这个亲爱是最熟悉的，它不大需要很多的条件，如父母亲爱子女需要条件吗？夫妻之间的爱需要条件？一直到不需要条件，要很久很久很久以后转为亲人才不需要条件，对不对？所以以对等的情跟爱都需要有若干彼此互惠的条件涵盖里面，但对于亲情血缘，它是自然的分化而已，就好像有我这个肉体再分出一块跟我非常非常相似的你，所以这个相似的程度让你自然思想认识上面有某一种不设防，他不会去设定很多的防卫心，也不真的斤斤计较太多，这个就是由爱
进展出来的亲爱。啊，这种血缘关系的情爱，世尊自己本身有没有？有没有？世尊的弟子，他最初的这些大弟子，好多都是他的亲眷。阿难是，提婆达多是，阿那律是，只有最有名的目犍连跟舍利弗不是，迦舍也不是，对不对？自己的儿罗诃罗氏，摩诃波舍波提是，耶稣陀罗是。为什么这么多情爱关系法进入到僧团，依然能证果？就是他们懂得净化，提升那个爱的要求跟爱的设定。人对于自己生命所拥有的关系法，其实都很清楚，几乎不用别人告诉你，你会自然的对某一些人放心，某一些人不放心。人情爱的种类很多，而你生命里面细观细分析你的情感，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的百分比跟浓烈程度，支出了你的天罗地网，对不对？讲亲爱之后，再讲到欲乐，就是从亲爱这些是安全的，你对外还会发展出友情。我相信以现代的人来讲，上了幼稚园之后，小学、中学，慢慢一路走来，你会不会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认识的关系法？而这些欲乐，就是共鸣了，共鸣在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可以沟通、彼此能互惠的原则之下。而产生的欲乐，这些以女人来讲，这种时间性的情感，你可能小时候跟谁很好，中学跟谁很好，大学跟谁很好，上班之后跟谁很好，这种时间性它会比较明显的切割。而男人在于对于自己的友情娱乐这一块，如果是拜把哥们，大概一辈子都很好。男人女人对于情感的重点不一样，这个是男人对于友情娱乐的恒定状态比较好。而女人她的重点，女人的重点是会对象个别化。那所谓呢，欲乐之后啊，就是对于某一些的特定的人物，它会产生一种情，然后会产生一种爱、关怀，之后又会有不一样的发展。那个不一样的发展叫爱欲，也就是产生了对对方的要求、渴望，这个呢，就建立在有一些肉体的接触了。那这个上面就单一个别化了。现代的人已经不是跟过去的人一样，认为一定是异性才能成为爱欲。现在不是这样的。同性之间也可以产生极强烈的爱欲，但在佛法的领域里面，他说这都是众生相，这都是众生相。那我们以现代人来讲，都认为这是健康相，
以人类世间法而言，你有适当的爱的能力与爱的对象，只要彼此是能够和谐共处，这会让你的生活安定，互相提供不一样的照顾，所以这是社会的稳定力量。这个就是所谓佛法跟世间法里面略略差异的地方。那僧团不建构在爱欲，也不建构在前面所讲的欲乐，僧团不建构这样。僧团甚至于从最前面的亲爱，你都得厘清，都是得厘清的。那我们讲到这个爱欲的关系，已经开始了有某一种肉体上，就是色身上的接触，建立于性关系。那到强烈走到可爱，就讲到这个关系法的结构之后，你过分的执着，以至于产生内心的一种痴心妄想，那个掌控的权，专属的情爱。那这个上面当然就是一种关系法的最贴合的状态，但这个贴合的状态不会是永远的，因为在远距离你会觉得对方是吸引你，在适当的距离你会觉得是一种尊重，在一个密切的贴合距离之下就产生了压力。人是自由的，他不受任何人所支配，在情爱所谓迷乱的情形之下，想把自己交给对方，想把对方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跟心中，这个叫可爱，这个是可爱。这五个阶段都是人类的爱，但它基础出发自个别内心的触动，没有把它平等化，而个别的强化跟对象跟关系法慢慢形成到这个可爱。在佛经里面讲，这个可爱是变态的，他并不说这个可爱是正常的，他说这个是一种正常状态之下过头了，它终究会产生一些摩擦，所以它不是永恒之相。同学这样知道自己情爱的走向，如果你能够看得到你自己内心触动，现在不是讲对法的触动哦，我们是对于境人，这个爱对于境或是个别的物种产生的这种触动跟彼此互许，在生命的发展里他必须曾经满足过，你才会懂得爱。你如果没有满足过，你一辈子都会渴求被爱或是爱人，你会寻找一个你认为最中意的人去爱他，希望他回馈给你双向的，这个时候你才懂得爱。真正贴合在一起之后会产生的感受，所以再次拨开。所以这是人类他会走的路线。同学，你走过这五个形态吗？
目前有这五个形态吗？可能有的人已经退到只有三个形态，对不对？要剥掉欲乐还比较容易，要到平等，平等的去看所有的众生，把那个最高分数的那个可爱的对象降到平等，其实并不容易呢，是不是？那个关系法，它必须有很明确的自我内心的认知，而自我内心在这上面做很多很多厘清，甚至于自问自答或假设性的离开，内心做切割之后，你才看得懂。这就是为什么世尊要所有的弟子，你既然要跟我学佛，你如果要成佛，你过来远离你的家眷，夫妻之间必不见面，男女之间必不相处，做必要的隔离。听起来很不人道，很残忍，但是要成佛，过程势必对这个爱有毅然决然的处理模式。这样会不会太难过？这个就是爱。那当然呢，对于一切的情境或是人物，产生这个爱是一定的经验。你在经验这个过程，比如年轻人在经验这个，他需要有父母的爱，他成长的时候才不会带着孤单跟飘零。长大之后，他需要有朋友，就是人类彼此之间的爱，让他懂得与世界能够沟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可以懂得输出自己的想法，纳受别人的关怀，也在发展出自己对于同种或异种所有平等的爱。所以对于爱的领会的这个过程是必要的经验。我认识一些出家人，其中有很年轻很小的时候就去佛学院的，有中间出家的，有后来又跑出去溜一溜才会去出家的，更有一些是出去社会之后不回来了，因为爱产生了。每个人不一样，当然出家人还有一些是被爱折磨够了，然后进化之后出家的，三种形式都有，各有它不一样的内心体会。那这上面，如果你累世对于爱有羞耻过的人，这辈子对于爱经验够了之后，他就会自己抽拔，他自己从里面认为那会让自己迷糊，所以不会想要沉溺在那种关系法。这只是跟同学介绍这个爱。三界之所以会结构，就是因为爱结，爱为基础去结构的。很多人终其生命对于爱的对象，当一个爱的对象产生了情感上的这个分裂或是不相像，密度不一样，浓度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开始
就好像黏在一起的橡胶，这样开始拉，中间很多丝啊，拉拉拉。当他拉，想要有另外一股力量帮助自己拉开这两个对象的时候，有的会去寻找另外一个来黏，然后把自己靠到这边，才能切断这边。所以用另外一个爱来替代另外前面一个爱。世间人的想法都是用另外一份爱来更满足，或是做回馈，或是补偿，来扯开修复前一段爱的伤痕，所以才会一次两次无限的恋爱，渴求爱。你说这样是聪明还是笨？这个以世间跟佛法的角度解释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学佛之后千万不要劝人家那句话，下一个男人会更好下一个女人更会对你更好，不要劝这句话，知道吗？最后要劝清心寡欲得证菩提，悟入涅槃乃为最好，对不对？好，讲到这个爱，当人类的内心的世界，就是这个爱是无形的，它表现出来当然是其实是后面继续展现的样子。爱本身是一种无形态的结构，它没有具体的形状，然后之后呢，它有这种触动的欲求，这个欲求开展出来就采取行动，你就会采取行动，示好、微笑、打电话为他躁动。那这上面采取的行动，这个取啊，就是一种驱动力。爱会驱使着你，很有力道。所以说蒙阿波，马嘎起呀，这个就是这样来的。这是非常世俗，也非常现况。对于所执着的这个境，所对的这个境，产生了炽热的活动，是行为能力了。这个行为的对象，当然以自己能活下去的基础条件，那当然就是食物啊、资具、物质，这是色法。对于所谓一样的众生，产生了一个心灵上互属互许的需求跟掌握，以及色身上面的接触，也就是淫了。而这些东西永远都在重复，都在重复，一次又一次，需求再需求，轮回无止境。所以这种欲望、贪求，这个心呢，就会在里面一直轮回。人说爱，没有离开不知道，离开才知道。有一个老菩萨受了菩萨戒，七十几岁，他先生也是七十几岁。他六十几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先生很烦呢，一天到晚都要掌控他的行踪。去念一粒佛，就问伊讲：“你几点回来？”去听一节课，就惊里面有老男人喜欢他老婆。他真的觉得苦海无边，常常对着佛菩萨拜忏啊，惭愧忏悔。他先生老是找他。爱他。有一年，他先生
心中有了一些想法，啊，觉得让你嫌啊嘞，嫌七十几年哦，我今嘛开始不爱你啊，他就再也不问他你去哪里，再也不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就跟他分房。这个老菩萨就跑去苦苦的对佛菩萨说：“我先生是不是有外遇？七十几岁。”爱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会糟蹋它，没有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其实还想拥有它。